我是罗一军，当你捌甲确诊的人有接触过，也是家己发觉有风险，而且出现发烧，也是呼吸道症状，就建议你进行快筛。若是快筛结果是阳性，会当透过视讯诊疗，也是前往社区的筛检站甲医疗院所，由医生视讯，也是现场评估确认。医生也会问你是不是符合65岁以上，也是慢性病这个条件。评估以后会开抗病毒药物，也是一般症状治疗药物，请照医生的规定吃药啊。提醒你去医疗院所，会记早备放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匣，也是检测片，唔通坐大众运输工具。而且在报道的时阵，主动表明快筛阳性结果，照顾家己，嘛保护别人。疫苗注三剂，做伙做防疫。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请跟着陈立豪好吗？请跟着立豪好不好？各位，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陈立豪？各位，今天请看一下我的侧标，你在11月22号，也就是这个礼拜二，你敢不敢跟我们一样买股票？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昨天的节目我要重播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哥，我11月22号的节目，我在昨天11月23号，我要求各位再重播一次。其实我重播的目的，除了开会之外，我重播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看一看，我跟你讲我买回了三档股票，而且各位，我金星科还特别跟你讲我买回522到525。各位，你看今天的金星科，你看，各位，今天金星科差一点攻到涨停板，各位看到没有？581。各位，11月22号，你敢跟着陈立豪买回金星科吗？你看，各位，你看11月22号，最低520，最低520。各位，我等一下有一段 VCR， 你先看好不好？你看完之后，各位，你什么都不要想了。如果你曾经打过电话，如果你曾经看过我电视节目，各位，请你赶快找业务办手续，跟着陈立豪。各位，因为这一波行情，在选举过后，各位，盲点测试会更激烈。各位，我一直跟你们讲盲点测试，你都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看11月16号盲点测试，11月17号盲点测试，11月18号盲点测试，11月19号各位一样盲点测试，对不对？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11月22号昨天也盲点测试，一直到今天的凌晨，美国股市依然盲点测试。各位，我厉不厉害？我准不准？我一直跟你说过，盲点测试是这些看不懂的人、不会做股票的人随便在上冲下洗。但是陈立豪在股市34年了，各位，我比他更厉害。所以我11月22号，我跟你们说我买回三档股票，你相信吗？你看到今天很多的股票全面大涨，你就会相信陈立豪。各位，你相信吗？好，相信。来，各位，我11月22号的节目跟11月23号，各位，因为有重要的会要开重播，有没有？是不是重播？各位，重播啊！我现在有一段 VCR 是11月22号的，各位，11月22号，也就是穿着这个衣服，有没有？穿着这个运动服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看一看我怎么讲好不好？
你就知道全市场最强的老师叫陈立豪。人家不要的时候，11月22号在乱杀股票。我跟你们说过，我11月21号出了股票，对不对？出掉了，11月22号马上又买回给你看。你看那种一流的老师，全市场我最强。各位注意哦，你看看我讲11月22号我怎么买回股票，我特别还提到除了台积电之外还提到金星科。请看 VC 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买回三档股票，对不对？各位你相不相信，其实我说实在话，今天除了买回台积电之外，我们其实出掉的股票我也有买回。我一直跟你们说过一个观念，来回做价差。我陈立豪是一定讲得到做得到的人，我不会造假作弊，听得懂吗？那各位你看金星科这档股票啊，各位昨天不是出了很漂亮吗？上个礼拜出过一次，昨天又出到一次，出到577。你看今天拉回到520，你敢买吗？520你敢买吗？520你敢买吗？好，各位，我不会造假作弊，我就给你看呐、啊。我不会造假作弊，我给你看，各位，我陈立豪是敢做敢当的人。你看到今天来，我们进到今天两个字，各位注意哦，今天两个字哦。你看一档股票，我已经跟你讲金星科，来，各位来。金星科522到525买，522到525买，好，各位今天有没有来？有啊，今天最低520，我不会骗人呐、啊，我不会骗人呐、啊，我不会骗人呐、啊，各位全市场不会造假、不会作弊、不会欺骗的老师就是陈立豪。哎，我520到525早上就在讲了呢，11月22号就在讲了呢。我的很多的会员还问我，还打电话来问我，老师啊，真的吗？要买回吗？老师啊，可是现在的股票这么弱势哎。各位，我是谁啊？我是陈立豪哎，开玩笑。所以各位你看，11月22号最低520哎，各位，今天飙到581哎，买到现赚哎。所以各位，刚刚你看到的就是我11月22号的节目。我11月23号因为有重要的会议我重播嘛，对不对？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很多人啊，很多人看立豪的电视节目看了很久，每天在观望，每天在想我要不要跟，我要不要跟着陈立豪。各位你慢慢的想，你慢慢去想，最好你就一直想到过年就好，那你就看我们能够在过年前赚多少钱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各位来，我陈立豪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我现在用手机，各位，刚刚你看完 VCR 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来看手机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先把手机里面的资讯我印出来给你看，好不好？那印出来给你看，我们先对一下，等到下半场我用手机，有没有？哎，我印出来先给你看，我下半场我用滑的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如果说老师啊，你用印的哈，印的搞不好跟其他的投顾老师一样在造假作弊。各位，我陈立豪跟你说过，我不会造假，我不会作弊，我不会吹牛，我也不会欺骗。各位来，11月22号，11月22号礼拜二嘛，我不是跟你讲金星科吗？522到525买回没？买，对不对？是买。好，给你看，11月22号最低520。各位你要注意哦，我11月22号是早上8:05就在讲，8:05就在讲，知道吗？8:05就在讲。而且各位我讲什么？如果只能选一只股票，各位不是选这个翔硕就是选金星科，有没有啦？我是不是讲金星科？各位来看吧，你看看我们到底赚多少钱，好不好？哎，各位你不要嫉妒哦，你如果不是我们的会员，或者是你根本还没有参加，你只是看电视节目呢，你也不要嫉妒。各位，我们的金星科，我们的获利已经超过，光价差超过1000多块，1000多块。各位，11月22号，各位你敢买吗？你敢进吗？各位送你几个字好不好？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各位到了今天11月24号才两天。各位54块，各位10张54万，100张在540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
各位跟我念八个字好不好？叫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。你买十张赚54万，一百张540万。我现在这档股票的累积价差已经1067块。各位帮我鼓鼓掌，陈立豪，帮我鼓鼓掌，陈立豪。各位，你要跟其他的老师，你被欺骗，你被糊弄了，你要怪谁？怪你自己。各位，如果做股票能够用欺骗、造假、作弊、吹牛的，那各位那也太瞎了吧。在股市里面，你要真真实实的，要实实在在用手机去验证。各位来看，你看我是不是金星科让你大赚？上个11月22号这个礼拜二而已哦，买到对不对？各位到今天才两天呢，你赚54块。各位再看台积电，台积电各位注意看哦，我现在拿给你看哦，一样11月22号的，11月22号，我不是买回三档股票，再外加一档，等一下跟你讲利旺。各位，我们当初不是买回台积电吗？不是买到477吗？各位你看，当初台积电我们第六次不是买到477附近吗？各位你看台积电到今天，你看又上来了496。各位，也就是说我11月12号买进的第一档股票台积电，各位到今天我赚19块，我赚19块。这个大牛股各位，我们已经累积199块半，做六次赚199块半。各位你跟我念八个字，叫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。10张19万，100张190万。各位你看到了吗？各位帮我陈立豪鼓鼓掌，我是一流的，不是一流的，是超级一流，是超级一流。各位，我跟你说过，我那个投信朋友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好喜欢陈立豪？真的。各位有看到这件衣服吗？有看到这件衣服吗？会员送的，会员送的。他说立豪老师，你今天一定要穿这个衣服上去。我说好，我讲话算话，我就穿上来了。对，各位，这件衣服也不少钱呢。对，不少钱。各位你看台积电，那各位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金星科我怕我的会员呢。各位你看金星科我早上是讲522到525，对不对？是不是11月22号礼拜二？那各位，我怕我的会员买不到哦，我怕我的会员买不到哦，我特别把价钱往上提。你看各位，早上9点17分，我这个是本来是早上几点？早上8点05分讲了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早上9点17分，我说会员注意啊，干脆530到535啦，买回530到535买回。各位你知道吗？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啊，那个会员啊，你也注意听一听啊。我当初在买的时候，告诉我的会员全部买回的时候，我有几个会员打电话给我，老师今天的盘势这么弱，你真的 要我买金星科吗？我说对。他买到金星科之后，买到532块的，结果后来打到哪里？打到525块。他竟然打电话来骂我，老师我就跟你讲不要买嘛，老师你为什么要叫我买？各位，到了今天涨上来，他打电话来，老师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很多人每次看到股票弱的时候叫他去买，他偏不买。老师这么弱势怎么买？各位啊，你听我一句话，股票没有拉回，股票不是弱势的时候你敢买吗？股票在弱势的时候你才能够买得多嘛，股票拉回修正你才买得到嘛。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散户永远死得特别快？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投资人死了一批还有一批？因为永远追高杀低嘛。我陈立豪就不一样了，我太了解三大法人了。所以各位，我每次买股票都买在人家不要的时候，买在人家当垃圾。我绝对不会像你一些白痴阿呆带着钢盔每次要去追股票去冲。各位，你追股票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这些会员请你听清楚，我陈立豪带你进，我一定负责带你出，我是一流的老师，不要太多的疑问，
我在股市34年了，所以各位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办续约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？还有很多从别的投顾、别的老师转到立豪这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真实实，你听清楚四个字：真真实实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我们的台积电，各位才2天赚了19块，各位，四星 KY 哎，这个金星科，各位赚了多少钱？赚了54块，2天内赚54块。我们现在再来讲，各位四星 KY。各位，我那一天11月22号要买回怎么样？买回这个四星 KY， 也买回四星 KY。各位，四星 KY 是陈立豪的名牌，现在累积，各位已经突破14575块，价差14575块了。各位来看，11月22号，各位他打到最低，还有打到858、859，你敢买吗？我同样要讲一个小故事。那一天四星 KY， 各位你看，那一天四星 KY 打下来哦，注意看啊，11月20号达到最低858。我早上的时候，我告诉会员860到870去买，有的会员买在868、865就很不爽，因为他打到859。老师啊，你怎么叫我要去买四星 KY？还有更低价，我告诉所有投资朋友们，尤其会员们，刚进来的会员，你不了解陈立豪的做股票的方式，我要叫你买股票，各位，是因为你要感谢我，听得懂吗？我叫你买股票是因为我都有计算过，我希望你都能够买得到，买到之后各位会上去大赚，那才是重点。如果讲一个价位你买不到的，有鸟用吗？有什么用处吗？所以各位，买得到赚得到，真的吃得到，那才叫做王道。所以各位，很多人还跟我讲，老师，你那个图形很难看，涨了这么多，会不会拉回啊？会不会狂跌啊？各位，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就好，我是谁？我是一流的就好，其他都不要问。盘中4.5个小时，我比什么人都还清楚。所以各位，11月22号，我们买回什么？有没有？这不能造假作弊。我等一下拿手机给你看，我等一下拿手机给你看，这是印出来的啊，印出来的。各位。通通成交，860到870就在讲了。你看，各位早上9:16就在讲。当初各位我讲的时候，价位都还没到哦，到了后面才来哦，而且最低还达到858哦。我全部成交，各位全部成交，好、哦，各位你看收盘收862，不是全部成交吗？收盘收862，不是全部成交吗？你看，我不是讲860到870吗？啊，各位，你看今天就好，来看一下今天925，各位925，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帮我鼓鼓掌行不行？各位你知道吗？很多的主力大户都在看陈立豪的电视节目，连投信法人都在看。这个主力大户，我告诉你，也想跟教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没有骗你，各位。眼睛是雪亮的，眼睛是雪亮的。所以各位你看四星 KY， 如果你真的做了极大值，极大值赚最多的，各位就前天买到今天赚64块，各位10张64万，100张640万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这个已经累积到14575块的样子，已经价差14575块的价差。各位你要跟谁？跟陈立豪好不好？各位还有一档股票叫利旺，还有一档股票叫利旺。各位你知道我利旺这一波买到最低买多少吗？我很多的会员买到1450块，你看，各位注意哦，利旺你看前天最低1445，对不对？我哪一张我的会员？你看，我哪一张我的会员哦？11月22号那一天哦，老师，请问利旺多少才能做多？我跟他讲1460。各位，你敢买吗？你看，1445最低啦。各位，你看到了今天，你看1560，各位赚多少钱？各位赚了105块。
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一流的。所以各位，你十一月二十二号敢买力旺吗？各位，105块，10张105万，100张1050万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跟着陈立豪做股票，真的每天都有大钱可以赚？哎、欸，每天有钱赚不稀奇耶，每天都有大钱可以赚，那才叫做厉害。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立豪吗？因为不造假不作弊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哦，好不好？跟着立豪好不好？跟着立豪，跟着立豪，你会发大财。那各位你要注意哦，好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那我们等一下休息的时间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然后等一下回来的时候，我马上用手机给你验证，好不好？可以滑动的哦，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哦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我就是一流的，好不好？可以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股市散户站起来，588团结专案，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，你不用单打独斗，大家团结向前行。团结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。相信从底开始，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只不过迟到，老板就说要开除我，啊、打官司还得跑去台北。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，劳工可以在工作地法院提告，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轻很多。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，化解争议更快更 easy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看看立豪的侧标，赶快来找我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那各位，我刚刚答应你们要用手机嘛，对？我刚刚是用手机印出来的资料。那为了更慎重起见，我现在用手机给你看，我可以滑动的，滑动的是不能造假，不能作弊。那边有日期跟时间，各位看，各位看一下。我们先进入11月22号。好、哦，各位，其实11月22号，你看一早哦，11月22号礼拜二一早，我就在分析行情了。几点？第一通5:36。好，各位，第二通开始，你看，我就开始在买回股票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金星科刚刚你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这是早上几点的？8:05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你看哦，我可以移动的哦，你看这些三通，你看，是不是11月22号？买回台积电，买回四星 KY， 买回金星科，各位再移动一次给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礼拜二，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一流的呢，开玩笑。哎，各位，现在好，11月26号，礼拜六要选举，对不对？各位注意哦，明天礼拜五哦，哈。今天大盘虽然大涨175点哦，其实被我抓到了。我礼拜11月22号就跟你讲买股票啊，哎，到了今天我们开始在出股票呢。你听清楚哦，我11月22号买的，我今天开始在出股票哦。哎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明天礼拜五对不对？对，礼拜五有假日情节，全市场三大法人主力大户他也会观察选举的结果，所以明天可能会有一些卖压。好，那卖压，各位，选举过后台湾的股市，各位很重要，下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 FED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升息的问题。但是升息的问题已经不是重点了，重点是各位他们有趋缓的一个迹象，好，有慢慢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开始会开始嘛，进行盲点测试。那各位是谁最专门的盲点这测试，谁最厉害？陈立豪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跟我，你要跟谁？有人说老师你很臭屁，各位你没有实力，你敢臭屁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如果你跟我讲老师我要赚大钱，各位那你就跟着陈立豪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